Go. I think it went really well. I had a lot of fun. I mean, I said some kind of embarrassing things. Hopefully you cut that out. You're looking good, though. Oh, thanks. Looking good. Thanks. Yeah. Do you like it? Yeah. Huh? Classic Jesse over here. Whoa, did you just crank your shutter? I cranked the shutter out. Wait, what? After listening to you. Tell them why I just cranked my shutter. I don't use ND filters. I shoot at 60 IPB. Blasphemy. Maddie's upset. Shame. I just ripped that shutter. 1/4,000. What do you feel about that? It's just... I'm overcranking right now. What is that? Also, your tire is super low, dude. It is? Yes. Perfect. It's been a weekend,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刚才你们看的那一段就是我差不多光圈用2.8去拍摄 ISO 都是用800， 然后我就用快门速度来调节我的曝光。 这个灵感就来自于之前的那一段， 就Peter McCarron 之前在他的 Vlog 里面就拍摄， 应该是 Hit the Reset， 就是重新剪头发那一集。 它里面有一段就是当他进到演播室里面， 然后灯光太强烈的时候， 他没有上 MD， 也没有调节 ISO， 可能 ISO 那时候已经用的最低了， 他就把他的快门速度给调高， 就是你可以看到当他跟他周围的 Matt， 就是他的另外好朋友说的时候， Can you see my cranking my shutter， 这是他的快门。 所以那时候当我们讲曝光的时候， 我们都会基本上拍摄照片就有三个曝光， 一个是 ND， 一个是快门速度， 一个是 ISO。 但是拍摄视频的时候，一般的快门速度你必须是你帧数的，比如说帧数你是25帧每秒，你快门就是1/50:1。然后刚才你们看的我那一段视频，我就在恒定光圈，它的光圈都是 f/2.8， 然后 ISO 是800， 快门速度我就用快门速度调节我的曝光，很难去一只手，就基本上用一只手去调节曝光，还是可以，它是。 在一两个当，现在你们看的快门可能是2000分之1秒的快门，然后当中当我拍摄一些很亮的地方的时候，我快门已经去到8000分之1秒，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索尼的电子快门跟佳能的视频的快门可能又不同，这个基本上在视频拍摄当中，它应该是很少人会这样用，电影当中很少人这样用，但是拍摄 Vlog 是没有任何的定律，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用什么样拍摄，其实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拍到那个画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了。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也会用所谓的快门去拍摄，就是在没有现在我是没有上 ND 的，当然一些有时间的情况影响下，我还是会上 ND， 但是没有 ND 的情况下，可能快门就是我的 Plan B， 所以很多时候拍摄 Vlog 它不一定有一个。 定律，好像你要这样子 A B C D 这样做了，你就可以拍摄。它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记录分享测试，所以连在这之前，我的快门基本上是1/50:1秒，因为我都是拍摄25帧每秒。
我快门没有变过50分之1秒，但是从这以后，从看了 Peter 的那一个启发之后，我觉得以后我可能会玩快门，就是说在没很懒惰上 ND 的情况下，我可能用会快门去拍我的视频。相信大家未必看得出，当然专业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那种感觉还是可以。但是你现在看我的这个快门速度，因为你们在网上面看跟在电影院看那种的刷新又不同，所以网上面看的快门导出以后，在 YouTube 还是在 B 站的时候，你那边看的时候，快门你大概看不出那种的影响。当然你看到我手动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但是一些几秒钟的视频可以拿到准确的曝光，就好过你把相机放下来再打开书包再拿出 ND。 这个就是懒人的做法，这个有点像偷机取巧，也不是偷机取巧，就有点像哎呀随便拍不要打乱，或者这个应该讲，当一个 vlog 在一些事情进行的时候，你不能把相机不能把摄影机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时候你打断当时的那种对话那种场景那种感觉。很多时候在我阳光突然间出来的时候，我很想放个 ND 在上面，但是这个时候当我去拿 ND 放上去，可能是5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打断了我的思维，打断我对话那种的流畅性。所以在保持流畅性保持故事的完整性的时候，用你的快门我觉得是可以的。就像 Peter 在当时的那个谈话当中，他已经在跟朋友谈话，但是已经发现他的画质或者是他的光线已经过曝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要不放下相机，要不拿起他的 ND 再放下或者是怎么调整，但是手拨动快门是最快又不打断对话又不打断进行时的一种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好朋友 Matt 他就 no，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你的快门速度必须保持在你的帧数的一半以上。有时候我相信 Peter 他未必会遵循这个的，怎么讲，这个的长，这是两，并不是说哪个人比较好，而是这是两个很不同的拍摄手法。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两个很不同的拍摄风格，所以他们可以之前可以在一起合作过，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很多人可能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你一定要对焦准确，一定要什么，很多时候当你有创意有艺术有感灵感的时候，你想这样子去说你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打破那个常规。所以在摄影在拍摄照片当中，任何的常规都是用来打破的，我觉得。所以这是我拍摄的快门速度。哎，我都看不到，这是2000分之1秒，光圈 f2.8 ISO 800， 所以我照样在阳光的时候可以拍摄 vlog， 我觉得你们看影响不会太大。没想到我也会拍着这个，这个就是拍摄 vlog 的一些心态一些的。所以 vlog 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不是在正规拍摄的时候，不是在为甲方拍摄的时候，不是在为赚钱拍摄的时候，你自己去练习，自己去想，自己去尝试不同的拍摄参数。我觉得失败就失败，所以 vlog 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练习的场所，练习你对镜头讲话场音，练习你对生活的享受，练习你对自己的态度，练习你对别人的鼓励，练习别人的分享，练习你对器材的熟悉。所以拍摄 vlog 它就像每天跑步一样，简单的练习，在错误当中学习，在不完美当中进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正在酝酿什么是 vlog。 我打算当我拍摄1000集了以后，我才有资格去讲什么是我的 vlog。 所以为什么这个之前的时候我有想过在我500集的时候讲，但是我觉得我不够资格。所以如果你想拍摄 vlog， 你不要在你拍摄第一集的时候你就讲什么是 vlog， 等你先拍20集或者先拍50集，我决定那时候当我拍100集的时候，我决定不，我要决定当我怎么讲 vlog 的时候，或者是我的视频日记的时候，我决定我先拍1000集以后我再讲。因为我发现我拍了100集，拍了500集，拍了到现在700集，每100集的心态都很不同。
学了很多，真的是学了很多。所以如果你想拍摄视频日记，那就拍吧，管他呢。但是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第一集我讲得很清楚，记录跟分享，这个就是我频道的中心价值。那今天这个用 shutter speed 这个很有意思，好，然后在阳光底下享受这早上的咖啡，在麦当劳门口。其实这边是不可以拍摄，但是我不是商业用途，然后没有人赶我，也可以暂时拍摄一下，因为这个属于麦当劳区域。很多时候拍摄的地点要不就是你家，要不就是公共场所，私人地方的拍摄你要拿准证的，所以相机小了好，相机小有好的不错。差一个就满了，喝了一杯咖啡。光圈快门速度，刚才查了一下我的快门，刚才拍摄的是1250分之1秒，我的帧数是25帧 ，ISO 是800，很有意思的一个测试。上班了，下次见。这有点亮，差不多阳光刚好。可能我也应该剪头发了。